大家好，我是酷奇，今天要继续我们的文字游戏。现在来到三个分歧点，那我们先往未来看一下，应该都可以走吧？骨骸，这个是墓地吗？然后这是什么？这塔哦，哦，有个门呢。人骨教堂。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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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跟未来有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上面的骨还会动啊？两侧的骸骨说话了，这条是通往未来的长廊。那前代勇者们铺排骨骸，幻化出重要关卡。新科勇者拿出文字之力，理解关键任务。在说我吗？和上一代。该不会这条长廊是走不完的？哦，没有哎。哇！诶，一位老人的模样。前面那个骨头应该是拐杖吧？你将会遇见一位改变你命运的诗人，诗人已经碰到了。你可以原地踏步，也可以跟上他的脚步。这旅程将会是漫长，你选择踏上旅程吗？我踏上旅程吗？路又出来了。这个章节应该是要让我善用手套的地方，但好像还没有地方会用到呢。这次又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二吗？啊，大蛇哦！我手套怎么办？而你将会遭遇不胜枚举的灾害，再一枚便是蛇妖。你的心快要就糟了，圣洁的勇者就该懂得保持清醒，斩去犹豫，向 鬼蛇宣战吧，莫让妖孽束缚你。手套，所以说应该不是单纯这样子而已吧？你举起了圣什么东西？这里有剑吗？有字可以拿吗？这些文字应该也不能使用啊！剑在这里哦。OK， 这个算是还蛮好发现的，有一些真的超难理解。不过这与其说是未来，倒不如说是过去吧。难道未来还要再杀一次蛇吗？应该不会。第三个，这一次又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好像巨人呢、欸？啊，真的是巨人！高大如山的双头巨人将会一再的阻挡你，两张嘴放声不断的争执，下意识的说着要偏执，而矛盾的话，念无盾牌可挡。你什么东西？高巨挡高？这些字是可以都可以搬吗？高巨将一等你，两张嘴放声不断争执，下要从哪边看哪边啊？矛盾的话，你不矛盾的话，等一下放下执念，
怎么解脱之类的字吗？在这边的字应该都是不能搬的，所以能搬的应该是下面。哦，可以搬了很多哎，但是等一下哦，先回去一次。哎，都无处可逃，逃脱吗？放下执念逃脱？这个逃脱有意义吗？先放看看好了。有关系？还有一个，刚听也可以放吗？你不听矛盾的话。这边的剧情意外的还蛮长的，看来还有好几个。这是什么？看不出来。魔龙简直是天方夜谭，这是龙吗？万恶的魔龙相见，三件圣器在手，你的心里有数，是时候要完成命的注定的任务，击败造成衰退的生术，破除魔咒，好多字啊，看上面就好了。你的剑手是什么后？不对，是从上面看下来。你剑是极除，看一下空的地方好了。重道的无印，除印，解吗？有解这个字吗？解除封印，也许有但这个字应该是拿不出来。能拿的应该就打吧，打除封印吗？不是，都有点忘记要怎么拉出来了，那直接回来好了，来个 Ctrl 加 Z， 打可以用，打败魔龙，最上面的字居然没看到，你眼瞎了吗？然后小心不要卡住。这边如果开的话，代表有字可以从这边领出来咯。解除封印，果然解会用到。我觉得作者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真的要想很多哎。来，还有。都看这个情况应该是的吧，不是的啊，就要哦，就出公主，应该是吧，都往上面推好了。但要怎么推比较好啊？从上面推下去吗？这边其实也蛮麻烦的。慢慢推啊，慢慢推。不过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文字游戏正式版之后，它章节超多我现在可能连一半都还没玩到，好可怕啊！这个时间啊，不能拖太久。谢谢你，勇者，等你好久好久了。谢谢你，勇者，谢谢你拯救的世界，我还没啊。这个是真的未来吧？哦，蒸发！是公主走得太快了吧？你确定跟人家公主走了吗？乱讲话！哦 ，OK。这样子未来应该就结束了，应该是差不多了。来吧，我带你去天普莱堂会会大家。
扬起了右手。我有需要做事吗？什么都不用。一个坛子，世界上一半的人类都消失了。一个小小的起。哦，还有 3D 特效哎。嗯，是气。这个气字是。极盾蛇妖找到我，穿越教堂。你已经三度证明了自己，接下来也没有问题。教堂是刚刚那个古埃教堂吗？那些曾经卖力拼搏的勇者，即使冒险功败垂成，也未曾遗忘心中的使命。无论他们走了多远，灵魂都会回到这里，将满腹的不甘化为对后代勇者的殷切期盼。根据勇者之尊的惯例，每当新任勇者要出发，往日的勇者都会一定聚集在这个天普来堂，好可怕！灵魂们的聚集，总共有多少勇者会来呢？怕，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勇者们想献上祝福，也想好好测试一下新人，不要，毕竟让半吊子的人出去送死，只坏了勇者之名而已。你们都死了，不是吗？没礼貌。等一下，昔日的勇者不都是我吗？你准备好了吧？等一下，这边是怎样啊？哦，有点闹哦，还真的是勇哦。所以只有我是最特别的能够完成使命的正牌勇者，难道会是外人？有个有疤的勇者。独有施展能力的和一些雕虫小技算勇者吗？每个勇者身上好像都有一些缺陷。各位，这位勇者夺回了圣剑，通过了试炼，那又如何？光是搬动人骨，难道能够杀死魔龙？没礼貌，我能够篡改人家文字耶。各位，到底有没有那个能耐？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？要干嘛？全体 play， 让我来会一会他。我在想，我应该篡改他的文字就好了。不够，决心不够，自信不足，意志不坚定。等一下，我压力很大我也是莫名其妙被搬回勇者的心里依旧充满怀疑、软弱和自私。你说是魔龙了，连他的手下你都打不过。真是，用那个吧，哪一个？锯什么的吗？好吧，无妨。东西叫这些是被收在天普莱堂的古老会物。对人没有生命威胁，只会吸收薄弱的意志力。锯子粘得很紧，字本身却很轻。但是渡过手套时，你可以左右推拉一整列，好有趣。让大家看看你的决心究竟在哪里。仔细看吗？游戏好像有发光所以说我只要把这两排字推过去就好了吧？一次推动一整排。等一下，先让我再推回来一次。我们家勇者要做公主啊？这是主目的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应该是拯救世界吧？还有第二个。第二个开始还有一些提示吗？下面有个控制，我看一下哦，手控吗？手控看起来很色掌控。什么掌控呢？龙，这里有一个龙字，有魔龙吗？有魔龙，那先把魔龙凑一下好了。不是，这里上面没有提示，其实意外的蛮难的，字凑不大起来。魔龙
顺掌控、明掌控、成掌控。嗯？醉与醉相不，不语吧？所以是这样子吗？不与魔龙做掌控？好像不是哎、欸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原来是脱离魔龙的掌控啊，跟我一开始的有点差距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再来呢 ？Oh my god， 没有提示，这个好难哦。哎、欸，没有提示，连发功都没有吗？不过是文明带来的余毒，话语的字都是邪恶的荆棘。保守孤凉自己身，性命最实际。勇者也没有通天神力在手。看不到出来耶，我先随便配配看好了。 OK， 一次就到位。好了，看来通过试炼了呢。他也默默的离开了。各位，我问大家，还有谁不服气吗？好了好了，我再问一次，还有谁不相信吗？等一下，我哥在选举，我是那个我吗？一名骨瘦如柴、四肢扭曲的勇者，好可怕、啊。这个勇者好像不大一样哎，他该不是那个吧？对，他真的很可怜，他根本就……他甚至没踏出勇者之村，好惨哦！我就是4396号勇者，说来惭愧啊，勇者的家在我的任内遭受巨掌啊！那个时候啊，从此勇者之村再也没有新的勇者，正因如此，才轮得到你当勇者，没礼貌，你去死！啊，不都怪你早死！各位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且让我用毕生的精力考验这位自称勇者之人。哦。看招！哦哦，好酷，好酷哦！这是什么东西？嗯？啊！被困住了啊！是手哎、欸，是灵的手势，原来是个拳头。你是我的继任者，点验你的真功夫，我责无旁贷。剑在左前方，所以我不能闪指。若你找不到出路，或是不敢面对我，你就不是真勇者。所以既要找到出路，然后又要面对他吗？哦，别被一条线给困住了，所以我应该是可以推动一些东西的。用，来吧。哦，等一下，等等，出现字了、欸。逼退手的生命线，哈哈哈哈，生命线这一条，所以说应该还有一些东西是我可以对话的。要怎么接近他？还是这里吗？好，手这些字给推吗？不行，好退，好手。好逼，好逼也不是吧？好身，手好，真手，好命也不是这些字啊。这手已经用不到了吗？逼呢？哎，这糟糕！妈的，再一次。
框框是什么啊？先把这个先推上去刺吗？所以好应该会用到咯，好掌、好手、好事。我有点忘记能不能把它拉回来耶。看一下互动 ，Ctrl 加 Z 拉自由。啊，这一步能往下推，把那个生命系都出现了。其实也不会啊，推下去就好了。但都没有关系耶。但这些也没有关系啊。一对手的生命线好也不是。糟糕，这里有点看不大懂耶。我好巨吗？应该不是啊。我在想说，这不我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啊？我好灵色哦，什么东西？还是有些字可以拉出来啊？哦，不早说，巨大的手掌是好的手势。哦，我是赞呢。改变手势，扭转手势，我来看一下哦。接下来应该可以出去了，所以关键的字应该会在这里才对。如哦，等一下，勇者站在旁边大声赞扬，勇者这些都不能用吗？赞勇者吗？勇者站在旁边大力。战勇只是三小，这些加油可以推吗？好像不行。赢得圣剑、拜剑什么内的勇者是不是啊？不行，这些都拉不出来。所以唯一有可能是这一个哎。反正先拉看看好了。战勇者是什么东西啊？大力二阳，什么、啊、连字都不是啊？回来一次，我知道了，我终于看出来了，这是一个手嘛，然后这个是大拇指、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、小指，剑在食指的部分，所以要让它改变手势。二又能够动的话。那就只剩一个答案了啊！不要挡路，肯定是这样子吧？刚刚是把好啊放到那边，那这次是要把二的手势稍微改动一下，好麻烦，真的好麻烦。但这个字要改变一下，来喽 ！OK， 剑拿到手啦，就可以删字了吧？啊，还不能删，接下来是无名指，或者是要让它变布吗？然后也出不去了。嗯，我看这一个大手掌吧，不是耶，大可以拉出来吗？不行。二还可以拉吗？二还可以拉，是零的手势，是好的手势，好的手势有关系吗？应该没有。哎，真的有哎，好的手势是什么？
等一下哦，有没有大的手势啊？还是有布的手势呢？大也拉不出来。勇者站在这里，可不可以改啊？一定是这个字，只要放开就好了。啊，好难哦！这边想好久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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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果然有两把刷子，你挺不简单的。你与我们都不同，也许是这样的你才能有所突破。3497号勇者，请无畏的上前吧。那是我吗？很好，大家终于有共识了。来，康明，来吧，勇者。那么就一起来吧，勇者好色。好多哦，都死掉了。上把星勇者，我们等你凯旋归来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哦哦，这个建成字体，呵呵，压力神大，世界真的要由我来拯救了吗？公主真的由我来解救了吗？文明应该不用由我来复原吧？事情这么多，放下我义不容辞。我要挺身而战，我要奋勇向前。这条勇者之路啊，我大概会需要吃到忧郁症的药吧。当我面对魔龙，我高举圣剑；当我迎战魔龙，我信念坚定。好像突然啊，这氛围不大一样哎，可能是希望给我一些自信吧。面对邪恶的诱惑，不会与文字同在。不会是会啊。面对苦难折磨，一样是我吧。面对各种疑惑，会这里善用一下渡魂手套。哎，怎么办？好像已经快剧终了耶。看这个情况，但其实没有，后面还很多。吼，有需要做的这么盛大吗？啊，出来嘞！终于又回来了。七秀，其他人都到哪里去了？他们还在天府来堂里面庆祝呢，庆祝终于找到这个新勇者去拯救世界了。等一下，这个 flag 不能说太早啊。当然，仪式很重要的。那我们，那我们要赶紧上路了，勇者。我刚才就要说这个。走啦，走啦，走啦！我们去哪里呢？往前走应该就可以了吧？这边应该是没有需要做的事情了。大多数勇者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成为勇者的，确实是这样子啊。应该要到下一个章节了吧？哦，果然来了，这应该是四咯。第四章，发现龙城前，说很热闹，前哨很热闹。等一下，我那个段字很奇怪耶。
开始已经到了有冰的地方了。欸，对耶，大家记得吗？我们在看那个 OP 的时候，魔龙城前面好像就是像这样子，有结冰的样子。沙漠，那是无能为力的颜色啊！越接近魔龙呢，它的影响也越无所不在。冰霜困住字，也夺去了字的生命。面对无生命的文字，任何圣器都无法使其复活。啊，那些字都被破坏了。你看看那个修道院外面的这个门，如今只是个冰冷的字，而不是一扇门了。它还是门啊！惨遭荼毒的字啊，越来越多。听说魔龙城内，连脑海中的话语都会被冻结，也就是说，有些字体是不能使用的。如果是这样子，所有字都被冰封的话，岂不是为时已晚吗？得赶紧拿到最后的圣器。魔龙城与收藏圣器的前哨戒备森严，像你这样一张陌生的脸孔，容易引起注目。不过别担心，这串钥匙出自于博德导师之手。凡是锁钥之门，只要有博德钥匙加勇者的智慧，就一定能够打得开。等我们抵达了魔龙前哨，就可以从侧边的暗门潜入地下室级寻找宝库。哎，对耶，这个修道院是老夫需要喘口气，你也可以先去四周看一看，调整好心情，再一起往前迈进。有什么可以看呢？哎，前门不能走，但后门可以走。嗯，这边是哪里啊？进来是进来了啦，但好像也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哎。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字体。难道这一个门也可以进去吗？应该不会吧。没有没有，吓死我了。也不能继续往前走，所以说这里应该有些剧情咯。哦，没有。走吧走吧。务必牢记自己的使命，击败魔龙，拯救公主。那个公主真的很烦哎，真的有必要吗？看守魔龙前哨的双头巨人非同小可，许多人甚至没有看清楚他的真面目，就先送了命。安德兰导师，摸不丢，他也是受害者啊。他的身形巨大，绝对不能与之以蛮力对抗。而且据说这怪物酷爱讲话，啊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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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好了。爱讲话的话，代表我也有一些能力咯。只要他讲话，就有办法改变文字里的实现，不是实现啊，现实啊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听太多巨人那些虚幻离奇的话，容易产生幻觉。马布罗西，让你脱离现实，困在一层层的文字迷阵中。那我嘞？总之啊，眼下只能尽量的不惊动巨人，先拿四目头盔再说。四目头盔是拿来干嘛的？好像也没有说它的功用。哦，峡谷哎！啊，不过在进峡谷之前呢，看起来时间也拖得蛮长的。下一个章节开始应该是把四目头盔拿到手，然后到前哨站对付巨人吧。不过现在第四章哎。这么游戏还没玩到一半呢，也蛮有可能的。那我们下次再继续好了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在这边告个段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